身体不适。小胖刚刚很好笑，他还 Google， 他说他 Google 发烧可以打鼓吗？什么？这个 Google 的。哇，我觉得。在那个富有历史感的地方演出，突然间有一种使命感。这个场地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传奇的地方，有很多的巨星在还没有变成正要 rising star 都在这边表演过。看有没有乳套？英国乳套有没有乳套？感觉有乳蛋的，太扯，英国有乳蛋。准备掀开，踏上是大好的舞台，继续对白出卖，对观众崇拜，躲在谁的剧本背后等着谁来审判，用对自己的破坏交换这个未来现在。战斗喽！战斗了！不是战斗，是交流，是交流。看，可能插不进去啊，搞笑、哦。Hello Sweden！ 这，啊西。
怪，怎么黄老师好像跟米先生好像有点不太搭的感觉，我一直觉得很特别。哎、欸，我不会跳，我只会这样子。好啦，没有啦，没事啦。我要跟他跳舞啊。自己是觉得今天一凡打鼓有点动了真格。怎么了？他被击到了。我说奇怪，我明耳机已经都没送，为什么还一直这样串成这样串进来？他今天打得特别卖力。就一开始他就跑到后来开始在那边热身，比在健行科大打的还大力。你到底对健行科大有什么没有情有独钟的情感？跟台湾的学校。像龙角度的脸，看来楚楚可怜，我怎么可能拒绝和你聊一整夜？都是他的画面。现在要前往这个摇滚圣地，没错。为什么你这次要来 Abbey Road？ 英国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尤其我们管乐团的。阿鬼嘞？阿鬼在那边。哎。迷失脚步。Music. One, two, three, four. 李诺，学一下，学一下，来，你先，你来学一下，学长。这个前面这个来一下，学长教学一下啊。献丑，献丑，献丑。And we just sat at home and just like, oh shit, we are going to lose our jobs. Yeah, but here we are, the first tour after the pandemic. Now we are in London! Yeah, 我们还有准备很多的歌，然后都一起嗨到最后好吗？辛苦了，辛苦了。